爸今天要带你洗澡啦，要听话知道吗？那洗澡害怕吗？嗯，好爽啊！我要洗澡啦。水温没问题 ，OK， 来，你别动 ，OK， 来，我们试试看，试一下，狗爬呢？害怕？有点害怕。害怕？悠悠，脚脚下也在害怕，脚脚。慢慢的，让你先适应一下。你看它这个脚脚僵硬。你熟悉一下浴缸这么多水啊，嗯，你拍他的脚脚，你看我看他的脚脚。哎呦，你这个泥巴好脏啊！很紧张，很紧张，觉得马上变成个汤汁了。OK， 我小样子陪你洗澡澡。都掉了。落汤呀。怎么有点小苦啊？夹住，夹住狗头。我看你这样长得像绵羊，你的那个毛。有没有想绵羊？来，收收。臭脚。瘦了，你是谁啊？我都不认识你了啊，你是谁啊？你的耳朵怎么这样了？我看，嗯，来吃一个，吃个吧。哎呦喂！洗洗头，小心洗到耳朵跟眼睛。现在给你个小鸭子。现在什么小鸭子也卡紧了，乖的像只假狗。你可以摸摸看看，你长什么样子？土狼。呀，你爬在我身上干什么？我看，求爸爸救你。好了，快洗好了。完了，你洗个澡，我也洗个澡。下次我穿游泳裤跟你洗啊。我看他这个漏水，我还以为是尿在我脚上。好了吧，吹干了。
洗完澡要出来晒一下太阳，晒晒干。我看你要去哪里玩？好热啊！看这个毛，多舒服啊！哎呦，手感贼棒。洗完澡梳个毛好吗？看看。叔叔割了得，割了得，好像还没什么毛了。叔叔割植物，割了得也不是每个人听。呦，不行，下面走光了。哎呦，洗完澡又回到香喷喷肥嘟嘟了。